大家好，我是今天的导览员，我叫福赛，福赛的名字是女神的意思。啊，我汉名叫林廷玉，我从年轻到现在，我已经也超过40岁了，所以大家现在都叫我美魔女。你要看看我们的海堤，这边海堤很多很多我们的木雕的呀。为什么我们这里会以羊为主？因为以前我们这里是以西里，就是养羊的地方，取名叫西里，这是羊的意思。啊，这个地方就是养羊的地方，过里面很多那个艺术家，在地艺术家，我们艺术家去雕刻进行漂流木，都是我们当地的艺术家手工制作的。如果你们有空的话，你们可以来以西里岸看看我们的机敏的壁画跟那个双瀑雕羊。拜拜。